好，玩具 TV 第25季第11集。今次要介紹，或者喺唔介紹之前咧，我想講一講大家有冇去港鐵商場啊？冇啊，不過好似係咪有幾個商場都有嘢睇喎？有啲玩具睇下喎。咁啊，基本上應該除咗 Element 之外，大部分嘅港鐵商場都有呢一個 HKBTA 嘅相熟會員所推出嘅產品同大家見面嘅。乜嘢係 HKBTA 啊？睇下有冇配音啊！我費事 sell 啊，大佬。HKBTA 咁啊，都有佢啦，唔緊要，大家自己上翻呢個 HKBTA 網就睇翻本身呢個香港玩具唔知乜鬼協會嘅一啲消息，佢哋本身亦都即係其實啲會員都係一個香港玩具從業員製造業係嘅一個 union 某種係啦。咁啊，本身多句啦，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嘅玩具商 ，Hot Toys 啊 ，Free Zero 啊，或者一啲 Art Toys 啊，等等等等等，好多都係嘅，都係會員嚟嘅，所以先至能夠搞得成呢件事。咁所以大家如果中意動畫、中意漫畫、中意玩具、中意支持呢一個香港嘅玩具業嘅話，香港品牌玩具協會呢一個 show 你就一定要睇啦。賣完廣告，我哋睇一睇玩具。今次要介紹嘅就係、是。金色的 Tiga， 哇！呢、這個都係一個特別版嚟喎 ，Free Zero 嘅特別版啊，係咪為咗呢一次嗰個展覽？係、嗰個會場限定。係啦，會場限定。哦，多謝阿 Ricky Tam 師兄 ，thank you， 多謝 Ricky， 多謝 Ricky 啊，冇記錯，多謝。50隻限定，另外喺香港嘅 Free Zero 官網都係50隻限定，即係香港得100隻。仲有冇得賣啊？哇！知喎、，GG， 好啦，咁啊，今次既然係咁，就唔爭再睇下入邊包啲乜嘢啦。好啊。好啦，咁啊，本身其實如果講翻個主體咧，同埋配件咧係冇分別嘅。不過今次就會將呢一個 Tiger Shoot 喺呢一個 Hobby Japan 入邊最終話金色裝甲。即係呢一個能量爆發模式，類似呢一個 Ultraman 嘅情況，再重新重現。除咗本身主體之外，連架撐都變埋金色，呢、這個就真係有啲驚喜啦！我一陣都未必有時間可以揸架撐。你會見到本身金色，佢用咗幾個層次嘅香檳金、淺金，另外亦都用咗透明部件。你會見到另外喺呢一個。劍身位咧，嗰、那個金色亦都係同其他金色有分別嘅。而呢一個劍鋒全部都係用咗透明藍，同埋加上藍色嘅寶石。哇！呢、這個位咧，呢、這個劍呢、這個都係透明嘅喎。係啊，呢兩個位都係透明嘅喎。呀！我見阿的有啲補充喎，係咪啊？係啦，哇！除咗係劍之外，佢仲有一個變身器嚟嘅，熟口熟面嘅。變身器啊！啊，呢、這個好似就係話係本來 Free Zero 佢哋自己去設計嘅一個武器嚟嘅，好似冇錯。槍，坦白講啊，變咗呢個黃金形態，基本上係唔需要架撐嘅，但係一絲不苟地整曬出嚟。哦，仲可以有機關嘅，係啦。哦，歸機係咪可以結合啊？係、哎，呢、這個係。開結合 ，yeah！ 哇，手槍式、步槍式，哇，好得意喎！結合模式，啊，兩支係一樣嘅，唔同，仲好似可以合，係啊，呢兩支係埋一齊，係啦，重步槍模式，呢個係本身設定定係喺 Free Zero 新設定，新設定嚟嘅，應該係阿清水老師專登即係做呢一個設定。俾大家玩嘅，支槍有冇得散賣啊？請問佢好好嘢在咧啊！呢一個紅色真係點綴得好啊！嗯，同埋咧呢一個槍身呢一隻好似金金綠綠灰灰呢個色咧都好靚喎。係啊，望落去以為黑鐵色，但係其實如果喺實物睇咧，你會見到有少少帶青嘅感覺。係啦，所以你見到金、青、金、紅。幾個唔同顏色嘅配搭，撞埋一齊就好都好 grand 呢只，係啊，好，都係嗰句 ，Ultraman 係唔用槍噶，所以需要支槍俾我啦，咁樣即刻拆咗，我淨係需要支槍，另外支架撐啊，即係熄火嘅。哦，手型究竟有幾多個咧？今次係啦，呢、這個又擺喺前邊先啦。
因為新速速的關係，全部都未開，數數拉翻後少少先。二四六六八隻啊！夾埋嗰兩個就真係又係十隻手。係啦，唔該曬。開唔開啊？開啊！開點解唔開？換個攞嚟玩噶嘛！十個手型啊！呀！隻金幾靚，賣曬未？我一百隻好像就賣曬啦，朋友，試下咯，或者可以去德福嗰度碰下運氣啦。冇啊冇啊冇啊，唔好線人啦，因為鬧死你啊陰公。網上咧都冇啦，網上都冇啦，睇其他國家啦，唯有係啊，或者睇下有冇人放出嚟炒啦。Carousel 啦 ，Carousel 真係有啊，有嘅小炒。黐乸線！哦，小炒。我唔 recommend 嘅，不過點都好，大家中意嘅就自己諗啦。我真係唔建議食炒。哇！其實好抵，原價好抵嘛。哦，咁啊，幾多錢啊？1170。1170原價。好啊，咁啊，或者麻煩鬆軟少少，做一個全新嘅。哇！display 啦，我轉一個圈俾大家睇。淨係十八同人咁喎。其實唔需要講噶啦，本身其實大家有玩開 Three Zero 呢一個超人裝甲系列嘅話咧，你會見到佢喺處理外形嗰方面，哇，冚家祥呢一個角度真係要影嘅，即係你見到嗰種線條咧，哇，你老尾真係佢有少少粗壯感嗰下。佢係即係當然啦，我成讚一讚即係。擺姿勢的我的、咁啊，但是真的你會見到你起碼都可以擺到這種姿勢，那種這樣的挺拔感呢，真的撲你個街真是好嘢，即係起碼唔會話好溜溜瘦瘦咁啊。其實本身可以裝電頭著燈、心口著燈呢啲，不過我冇電，我好 firm 咁同你講，我冇電，所以我冇打算喺呢度 show。你同佢一樣冇電。係啦，所以黑曬。熄咗燈，但係佢係可以著燈嘅。咩電啊？唔知嗰啲 L 睇說明書啦，咩 L 四啊四嗰啲啩，嗰啲冇啦，嗰啲係啦，咁啊 close up 啦，真係係啦，得我 zoom 你唔使，係都冇所謂咧，四啊，我四係四靚啲，哇德哥啊，呢一個金色咧，我就咁睇佢好似有三四種唔同嘅金色，有投訴落嚟啊，唔該，再高多啲，好啦，我哋淨係睇個頭先，本身可以見到其實個頭嗰個造型。咦，有個師兄佢話隻金色試咗三十幾鐘先揀曬喎，邊個師兄咧就唔怪之得啦。咦，有一個叫做初級玩具開發員講咗金色，我試咗三十幾隻先揀曬，可想而知，你會見到其實嗱，用側邊睇我諗會好啲嘅。嗯，側邊你會見到本身嗰種金色有黃金。有淺啲嘅金色，前面就青金，已經有三種金，有三係啊，冇咗完全三種唔同嘅金。心口啦，同樣你都可以見到藍色嘅燈，係啦，嗱呢度心口紋嘅黃金，側跟嘅青銅金色，同埋心口嘅黑金，就係呢三個啦。好，再低少少，仲有第四種嘅香檳金，呢度都仲有啊，哇！我暫時數到四種，仲未計黑鐵色。你會見到本身佢真係用咗金色、淺金、香檳金、銅金去做全新嘅間隔，即係我暫時目測係 at least 四種金色，再加埋黑鐵色，咁變咗就成隻黃金嘅 Tiger Shoot 就見得翻曬，同埋表達翻曬出嚟啦。同埋咧，雖然佢呢一種好似個處理咧，好似有少少瓦面咁樣咧，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佢好膠喎，都有好有金屬感喎。因為其實本身膠就完全冇呢個感覺噶啦，同埋本身大家都見到，因為即係 Walker 呢一度咧，佢零零四有盞射燈可以射翻落嚟，就更加所以見到本身見到，其實今次我反而覺得觀眾睇到嘅顏色同實物就真係唔會有好大嘅差異，反而頭先 SHF 咧隻 Decker 咧隻紅色咧就上鏡靚啲，其實實物就膠啲，呢個就啱啱相反啦。好，係咁依喐下啦。嗱，小心啲都會頂住噶嚇，所以大家拉翻條頸出嚟，先至向後咬咧，這個就極限噶啦。不過向前鑊，因為你見到其實頸有兩節關節，頸同頭、頸同腰，咁令到佢向下耷咧，就反而個角度就會大啲嘅。都係嗰句，大家留意翻呢一個位置，小心會刮花嚇。
咁啊左右梗係唔使擔心啦。啊，仲埋今次咧呢一隻嗰個關節嗰啲係咪都有少少改良咗啊？關節嗰個鬆緊度就我反而因為我之前冇特別話喐只 Tiger， 所以我就唔敢講，就係聽講本身佢個關節位都再吞過。係咯，我就記得好似話嗱，大家可以見到個腳底嗰個黑鐵色咧，嗰個位係好靚。咁啊，當然向前咬呢度有少少穿崩啦。Anyway， 小下大黐，但係向前咬個幅度好大。咦，答一答翻阿 Tony 先，呢只系冇加工噶，你一開盒就係咁噶啦。我哋啱啱打開嘅就都係啱啱開箱嘅，即係嗰啲咩滲線啊，嗰啲位置全部都係佢原先已經有。係呢一個位有機會頂到，大家喐向後嗰陣時候就小心留意啦。手啦噃，哇！頂你個肺！用呢一個古銅色。做分嘢，咁、哦、再拉翻出嚟，其實同頭先呢一個 SHF 都近似，所以變咗向前擺、箍手、翹手、十字死光等等等等等嘅 pose 係絕對唔使擔心嘅。更有甚者，因為佢根本就係裝甲服，所以橫切一定會俾到你接手係冇問題嘅，接手係靚添啊！咁啊，另外呢度因為可以換呢一個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其他死光形態的關係，佢係預咗甩俾你嘅。但係呢個位有冇燈啊？冇，冇燈㗎嘛。咁啊，拆翻先啦，用翻個基本形態啦。好似咁，但係見到其實呢一個位係透明件嚟。係咯，我就見佢透明咗，我仲以為可能會有燈。係咯，咁都有出有燈。好啦，咁啊，跟住就腳啦。咁啊，本身你會見翻個 hip 位。呢兩度都有啲可動嘅，而本身呢一個位都係一啲軟膠，咁所以變咗，縱使喐都好啦，其實就唔會對於只腳有啲咩刮花啊呢路路嘅。你要擔心只係擔心啲位出油嘅啫。哦，好啦，油嗱呢一度就會睇得清楚啲啦。本身嗱、哦、都可以拉落去嘅。其實正常情況就咁啦，遮曬冇問題啦。咁如果話想喐多少少嘅話咧，拉落嚟，其實拉得好勁噶，可以。呢度係好勁噶。咁所以變咗，哇！頂你個肺，哇 ！over 呢一個九十度少少，前邊底其實就唔覺係幾靚嘅。咁啊，當然啦，膝頭哥呢啲位都同你做咗一個類似黑鐵色，但係其實本身如果睇實物嘅話咧，佢係帶綠色嘅，係啦嘅金屬質感啊！呢啲分析真係掂。咁啊，呢個對接冇説話好講噶啦。腳腕其實我自己嚟講咧，玩玩具我對於腳腕個要求係幾高嘅，因為真係擺姿勢咧，你呢一個位置如果喐得多嘅話咧，就相對你可以壓大啲個大髀，擺一啲好誇張嘅姿勢。Free Zero 呢一隻 Tiger 就絕對唔使擔心啦。同埋鬆緊度都好緊要，如果呢個位一鬆咧，你就會成隻嘢就企唔穩啦。冇錯，係啦，呢個都應該冇乜問題啦。係啦，咁啊當然啦，向前咬，哦都有接起嗰個位。咁你見到呢一個前腳甲係可以踢高嘅，可以浪起嘅。睇多次，踢高。哦。咁咧，哇！你老闆啊，再加埋鞋尖嗰個位置。咁啊變咗佢嗰個向前咬個幅度就好大，即係我嚟到呢一度佢都可以貼到地，黐線！既然係咁，又擺一啲跨啲嘅姿勢啦。我啱喺度諗緊樣咩嘢？阿樹呢樣嘢，系啊！哇，呢個真係玩具嚟嘅，大佬。哇！呢個 pose 好似另外咁樣喺度 two。嗱，如果純粹講可動性嘅話，基本上呢一個姿勢都可以包含翻曬大家見到佢成個嘅優點啦。缺點。有的，
就係得嗰幾百隻。如果作為一個真係真心玩而唔係什麼炒家嘅話咧，其實講真的真係值得入，因為本身會見到即係個 designer 嗰個心思啦。清水先生的設計啦，在這個 engineering 來講那種即技法和即心思等等等等等呢，真的沒得頂。還有它的金色今次真的都出得相當之靚壯的色水，沒錯，價差我不立了，因為都有一句你這個形態還立什麼價差，那些真的畫龍畫龍點睛和錦上添花而已。所以現在才介紹，我都不知道是否玩大家，但是絕對是一件不錯的作品，祝大家好運，一百隻限定。好，自肥一下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看一下這條非官方的片，是某個博客拍的。好，有了，這個是不是傳說中的 Toys Walker 全港最強勁的哇！玩具攝影師啊！我絕對接受唔到呢個浮誇嘅形容詞啊！好，轉頭見。仲有個勁嘢啊，嚟緊。啊，睇下點啊。影公呢個係咪交俾你先啊？好啊。謝謝你。有師兄問邊度買墨斯基999？係咪現時點啊？係啊。宇宙船。宇宙船。聽日唔知仲有冇啊？總之，不過999唔淨止一間鋪嘅。有師兄問各位有冇睇摩登保鏢？哇！咩嚟喎？摩登保鏢，大佬。許冠傑啊？摩登保鏢係許冠傑定係？無啦啦，你冇講摩登保鏢㗎。呢個師兄好似都～